觉得自己特别帅，然后要卡那个点就比如咚咚咚咚，别人不知道你以为你在干嘛，被香味逼退，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也是你可恋。派你上来吧，我以为是厕所堵了，不是，是六位成员兄弟做的巧克力，流了一滩的口水。看小猪佩奇两米多高，要走机场是真尴尬呀！我是不是叮嘱过？哦，你要穿女装？哦，什么呀？什么呀？你是想单挑呢，还是群殴呢？一个人单挑我们六个，还是我们六个群殴你一个呢？这么火吗？就是感觉你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吧。对，时代少年团发专辑了，哇，简直太爽了。哈喽，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刘耀文。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成团快一年了，感觉这一年时代少年团有什么进步呢？大家吃的多了。啊，对，就是身体方面确实，有长高的，反正我觉得啊，最近好像都长高了。对，有这种变化，啊、感觉还挺明显的。准备怎么庆祝成团一周年的纪念日？哦，来问题。吃吃蛋糕啊什么的。一个七层蛋糕。对，买一个七层的蛋糕。可以。我们可以做七份七层蛋糕，然后带上飞机，我们从上面跳伞跳下来，在跳伞的途中把那个蛋糕吃完。你有事儿吗？有事儿。除了刚刚的新手式，还有没有别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有点困难，哎，还是派一个人吧，可以吗？派你上来吧，来来。哦，我们团的正式的手势是这样子的，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两个不同的场合，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那个有不同的情况会发生，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坐着的版本。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站着，就是那种。算是那种非常轻松愉快的场合，牵着手，对，牵着手，哎，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到过，但是这样。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灵感来源于哪里？第一个是搓澡嘛，就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舞蹈动作，踢嘛，然后摁一下踢。如果时代少年团是一支足球队的话，每位成员都是什么位置的？为什么？足球队有啥位置？观众席，拉拉操。哎，我当拉拉操吧。请问你是穿女装吗？哦，你要穿女装？哦，什么呀？什么呀？男的就不能穿了。那我当守门员吧。我们干脆这样吧，我们七个门将，然后就站在那个门前，反正他也踢不进。哎。丁程鑫和贺俊霖在宿舍煮螺蛳粉的时候，其他成员什么反应？哟，大家好吗？在这里，我和丁哥，我们两个今天要来尝试一下这个螺蛳粉。呀，哎呦，这是没闻到味儿啊！没有呀！哦，没啥反应啊，没啥反应啊，还吃了一口呢，这好香啊！我不行，就那个味儿，我也不行。我正好探头了一下，对吧？我记得，我吃了一口。马哥是受不了的。被香味逼退，我以为是厕所堵了。反正我觉得那味儿吧，当时打开冰箱的时候就那个味儿就散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散了几天没有散掉。拔了智齿的小朋友感觉如何？来回答一下赫尔，什么感觉？漏风，挺爽的。漏风？那肯定会啊，就是感觉你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吧？对，就是那天啊，就坐着也不对，躺着也不对，睡觉也不对，然后吃饭也不对啊，那一周应该都是，然后整个人就嘴必须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挺爽的呀，挺爽的啊。我觉得找到了，他跟我不一样，他拔了之后没有肿。对。感觉人生添了一笔色彩呢。那天一天都感觉脸冰冰的，就像吃了一天的冰糕一样。就是没有牙的爷爷的感觉吗？倒是还好了，因为有另外一边牙齿嘛。这边牙齿就是让他痛会儿，然后一周虽然不能运动，很痛苦。我可能当时那天大家都知道吧，我拔了智齿让我去睡觉，流了一滩的口水。哎，我也是，真是，我也是，这真是。然后第二天我还得走机场。走机场是真尴尬呀，
我戴着口罩还是肿着的，但是还是流口水了吗？倒流不出来。不是要扫那个脸吗？扫不过去。然后再把口罩接下来扫了，好过实在太尴尬，脸肿的太肿了啊。哪位成员最好拉？3、2、1。请详细描述手感。就是那种你的手指摸着它细腻的肌肤的感觉。感觉像咬了一口棉花糖的那种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软软的，就是而且丝滑，对，很滑滑的，没有一点那种坑啊什么的那种感觉，摸起来就像是在一条直线光滑的直线上在那个运动，哇，简直太爽了。就是大家呀，就是感受不到。小宋觉得他评价的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评价非常的客观，是吧？对，非常客观，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了。用三个词形容一下爆米花。天真可爱善良，美丽动人。天真可爱善良，美丽动人，漂亮，完美，好吃，好吃，入口即化。哦，好甜，老甜老甜了，老甜老甜，甜晕我。请问马佳琪，走机场的时候耳机里会放音乐吗？一般都是放音乐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会放节奏感很强的，然后卡那个点，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帅，觉得自己特别帅，然后要卡那个点就咚咚咚咚，别人不知道以为你在干嘛。不是，然后最难受是啥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前面突然停一下，然后你发现你的节奏感断了，然后突然在旁边有人看到你在那不争气，不是在别人眼里真的就像个傻子。如果需要把柴又金托付给某位成员演一段时间，会选择谁？给我他俩害怕，他俩演不了。谁俩？小贺跟丁儿。不是害怕，就是怕毛。对对对，这四位就石头剪刀布来决定。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哦，小文章一定可以养很好的。请问丁晨鑫，粉丝认为你是小甜心，请问你对这句话表示什么看法？我觉得大家比我更甜。哦。画画是自学的吗？对，就是乱画。感觉自己现在学到什么水平了？就是我觉得我在乱画界算顶尖的了，乱画界顶尖了。请问宋亚轩。想知道深山哥哥平时都是怎么和弟弟交流的呢？可以现场模仿一下吗？我跟我弟交流一般就是会用叠词。深山哥哥，我想吃糖糖。不是、啊、就比如说睡觉觉、然后还有吃饭吧，快点点睡觉。还有我跟我弟说别动，就是冰冻。难道不是？就是我弟的。想知道小兔开心的时候是怎么为自己补充能量的呢？吃巧克力，吃六位成员兄弟做的巧克力。啊我们给你做，我给你做过巧克力吗？没有啊。别了啊，别一会儿突然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听到了说，哎呀，那做一期搞巧克力的视频吗？想问刘耀文，小时候说长大之后要把哥哥们架起来打，现在实现了吗？哦说过吗？应该没说过吧。这里有视频你要看一下吗？复习一下好吧，复习一下。这已经被教育了。玉中，但是还是会像这样一样，哥哥始终是哥哥，只是多人是弟弟。哦，好像说过，应该没说过吧？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吗？这愿望呀。差一点吧，今天回去试试吧。好，六个人，我们都我肯定不能一堆的上，我肯定一个个上。你是想单挑呢还是群殴呢？单挑。你一个人单挑我们六个，还是我们六个群殴你一个呢？挺好的，随便吧，反正都能打。你觉得小猪佩奇和铠甲勇士打篮球谁会赢？你要看他们使不使用技能了，就相当于你看小猪佩奇两米多高，什么技能？佩奇两米，还有什么？真的，那肯定
肯定是小猪佩佩打篮球，他们一队，哇，那真的直接站起来扣给。铠甲勇士呢？铠甲勇士不行啊，铠甲勇士如果要是，对啊，瞬移。对啊。对啊。其实有的一看，我希望以后可能会出，我想看一看，好吧。小猪佩、徐大山、铠甲勇士吗？对。请问张真源，下一首原唱歌曲在路上了吗？你猜。你猜。有在那个了，但是现在还在定风格呢。具体是什么类型呢？如果我说我要写暗黑的，你信吗？我都不信。我也不信。再说吧，尝试一下吧。宿舍里的绿植怎么样了？还有在养吗？搬家了，当然是了。不，我本来是说，我是不是叮嘱过我的绿萝一定要给我搬到新家来？结果到了新家，我连他影子都没看到一个。然后我就说，等过两天有心情了再买个新的吧。请问严浩翔称头小男孩表情包火了之后，有同学朋友跟你发自己的表情包吗？有，我同学上次，还说他朋友用我那表情包当头像。我同学都有人拿你表情包当头像。这么火吗？我家里面一个表姐就直接用你的头像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也生无可恋。看到自己的表情包那么火，有什么感受吗？就每次看到大家短评都是我的表情包，觉得有点，你说不出来那种复杂的情绪，你知道吗？就是。又是那种心里就是很有一丝丝的尴尬，但是又有那种一丝丝的喜悦，对，反正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情绪给表达出来。如果每位成员都需要去玩一次密室，请为他们分配合适的密室主题。啊，我想想，哪几个是胆大的，哪几个是胆小？亚轩、赫尔、马哥和耀文，他们四个就一定得去最恐怖的那种，就是就是一定要是那种特别吓人、特别吓人、特别吓人的，胆量是锻炼出来的，加油。然后的话，丁哥和张哥的话，他们就是，他们可以去尝试那种既恐怖，就是特别特别恐怖的，然后呢又是特别特别烧脑的，就两者都兼备的，因为他们不怕吓了，所以说就需要在那里面经过那种大脑的思考，所以说在思考的途中突然吓他们一下，那样才有游戏体验。对，请问贺峻霖，碎花型的 Christina 贺，大头贴的水手服小贺，拿下女朋友，如果只能删除一个黑历史，选择删除哪一个？我可能会觉得说去删掉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毕竟另外两个黑历史还有人陪我一起黑，第一个就没，就只有我自己黑了。对。请用追星男孩的语气介绍时代少年团新专辑。追星男孩的，这怎么能模仿得出来、啊、我真不行啊，这种东西。追星女孩你行啊。时代少年团发专辑了，太好听了，第一句不要我的声音啊，刘亚文这是真的跳出来的神仙嗓音吗？不行，我必须要去买他们专辑，我不仅要买，我还要买20张。不行，我再听一下另外一首。听绝了，我天，绝了，神仙了。马来西亚第一句出来，不行，我感觉我心都要化了，我的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差不多吧。那追星男孩呢？那就本色出演吧，追星男孩。哎呦，这不是时代少年团发专辑了，我感觉这张专辑吧，就是七个仙子来做的，两首新歌吧。然后这两首新歌呢，怎么说呢，风格特别不同，然后每一首歌都是创新。然后我觉得他们七个的神仙嗓音真的是可以捕获年龄层零岁到上限，不知道是多少的那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那种芳心。对，然后我觉得就这两首歌吧，简直就是绝了，好吧，反正就这两首歌，不听就亏了。我现在觉得特别热，这个感觉特别凉。它呢现在非常的时尚，大家会觉得哇哦。我给大家试戴一下，没有耳洞，但是能戴上耳环，所以大家投我一票呢，我每天
我摸擦它简直像在摸我的宝宝一样。你会发现，哇，整个一天都是美好的。有些时候没有纸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拿着进来擦擦嘴。